Okay, let's go. Okay, 要起来。呢个白色九七三分炒，黑色嘅四号D，然之后黑色嘅唔系黑色廿四三分炒冇板啊！影影 number 先，佢哋啲衫好似改朝换代过。好好唔熟悉啊！啲衫白色四两分炒啊，黑色十三 D。哦，全啊！再分十一飯啊，淺色。呢個其實唔算白色喎，應該係米色啊。但我冇搞到自己。黑色廿四三分炒嘅，八七號啲。啊？三啊，又 still 加个两分，有啊，哎，开门红一红先，九过七啊，七底位，唔起，俾翻九，九再分，睇睇佢个红，三秒，白色九七两分啊，三分炒，黑色七七啲啊。黑色廿四两分炒，白色九号啲，少少灯啦 ，OK 嘅。哇，冇啦呢个，冇办法。黑色嘅四 still， 有冇跟到两分啊？有啊，跟到两分有啊。我咪呢啲咪唔登咯。一定是輕鬆講啱嘅呢啲係，七九七九七三分啊，炒嘅黑四號啲，好彩冇亂講嘢，黑色四三分炒嘅白色七號啲，咁多板咩？啊，聽唔明聽唔明。黑色九两分炒，九公板加两分有，这个自己攞多数据是非常醒目啊！我呢咪就是一个神功，我系敢死队。四唔上，嗰个好笑啲，系啊！黑色廿四三分炒嘅，白色七啲，哇，争少少啊呢球，几好嘅。九七和十一和四号比翻七，哇九，我得九两分炒嘅，黑色廿四啲，哎冇啊，冇事啊，就系冇事啊，冇事，系咯，冇事得上。七七，呜靓全，起埋黑色十分两分，炒嘅，白色嘅四号 D， 廿四 still， 跟两分有啊，好稳阵啊两队都，想试啲电脑啲，黑色嘅十三号 still 加两分有啊。五秒，我的四三分炒嘅，四号公板，我的七两分有啊，四座，几好嘅呢个系，黑色四两分炒，白色七啲，
過去啊，七十七號啊。黑色對白兩次。太響啦呢個實在，我呢個一聽到就可能收埋。應該收到音啊，老實講。啱啱嗰下突然間靜咗，佢又啪聲。第一球啊，炒嘅。而且燈口咁樣今日咁啊炒咯。OK， 炒嘅。好。有灯笼，八定先啊 ！OK 入啊，二中一啊 ，OK 啦，九号大家边队想赢？佢又系啦，下次我可唔可以呢度开个牌啊？一百蚊。黑色二号三分炒，白色九号啲。关键分揾你得一得咯，绝对系冇问题嘅。我讲翻个三分炒，黑色九七三分炒嘅，黑色二啊三 D 啊。24黑色2兩分炒13公板2分炒公板2分炒然後冇板開球這個是不知道多少號啊 OK 黑色24 3分炒2號公板2分哦靚啊這個小推手啊輕鬆兩分入啊，係捧到佢係，即係嗰啲咧，少少排球選手啊，花式十一三分炒啊，黑色七七先。都係嗰句啊，運動這些呢啲咧好好相似啊，都係籃球都會見到排球身影啊，係咪先？例如女黑色七七兩分炒，然之後就冇之後啦。這個轉牌真的有點快你真的不要揸車你的轉牌太快跟昨天的是一模一樣的什麼昨天跟谷川先一起去研究真善美啊是一個非常上心白色九兩分炒啊黑色四號先天下運動一家親嘛沒必要拘泥的這些雖然做籃球但哦黑色十三兩分炒十三公板加兩分，哎，唔好加兩分啊！係啦，十一分。黑色對眼兩次，十一號兩次。爭少少啊！呢個一定俾 high level， 佢嗰下入咗嘅話，俾得勁靚。兩號。過炒要傳波。唔係啊，花園街花係咩？其實花園街咁前嗰我第一次做呢度，我覺得幾正啊！呢、這個這個位炒一下，你個空間感好正。我唔知點，我唔係啊，我覺得好正啊！呢、這個空間感，我唔知點解釋。解釋唔到，市區啫。哦，都係入一，就咁啦，解釋啦。我真係好難幫佢。我識四兩分唔炒，攞唔攞翻？四號攞翻啊，加兩分，炒嘅，黑色四號啲。四號兩分炒公板兩分炒黑色四號啲。唔驚啦，哦，唔計啊，走步啊，唉，就唔抵啦。哦，靚傳，白色七兩分入四座啊，呢個係真係幾靚，一個兜底，兜到粒波落去，冇錯，再俾翻佢。24比77比返4黑色4兩分炒這個應該是13來的是的13公板2號24起尾3分有啊2座 OK 這一波是成功幫隊友拿助攻這個就成功傳一傳給隊友拿回的時候你一起3分是吧要幫隊友輕鬆助攻啦這些是黑色九七三分炒黑色七七啲啊！30秒，97啊，白色啊！白色對白三次，唔知今日第一次好快過，誒咁快，好睇啊，因為好睇啊呢啲，就係好睇咯，十唔得，炒一。咩啊？梗係唔係啊？係因為
點講咧？意思就係講啱咪依家點講先？嗱，第一節咧，我哋拗十分，叫做拗十分，即係中一啊，二中一。咁所以咧，我哋基本上嚟講咧，我哋咧三。